顾总，顾总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您可以带您的舞伴跳第一支舞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我的舞伴没有。 等一下，南宫小姐，把这个盒子打开。那我们再看下一件拍品，接下来的这件拍品就更为出色了，它是来自于我们著名的化妆品公司。 花颜集团总裁顾西城先生的亲情捐赠，来，我们请看大屏幕。天使之泪，怎么会是天使之泪？雨欣。 难怪我第一次遇见他，会觉得很熟悉。原来是他，谢谢。这是我妈妈的项链。
我把它放在家里梳妆台的抽屉里，一定是曲项链的人拿错了，才会把妈妈的项链当成了拍品。这是外婆留下来的，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我们把它再拍回来。拍回来？嗯。接下来的这件拍品将由我们本次慈善拍卖会的发起人、主办人、才华横溢、刚刚归国的彩妆设计师南宫琉璃小姐亲自展示。 感谢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，我是本场慈善晚会的发起人南宫琉璃。谢谢大家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，也感谢各位好朋友能因为同样的慈善重新相逢。现在我佩戴的这条项链，正是来自我曾经最好的朋友，花颜集团总裁顾西成先生。 以前，他就帮助过我很多。今天，他也同样给了我巨大的支持，所以我希望这条项链能拍出最好的价格，来回馈顾先生最大的善意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南宫小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竞拍吧。 我们南宫小姐颈上的这一条绝美的项链，起拍价是二十万元。好，顾总，您的价格是？28万。28万。好，还有吗？好，来，副总也举牌了，您出的价是多少？40万。40万，有没有价格更高的？傅伯牙，能不能让让我们？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。 你如果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把它拍下来。好，宋副总，您出价多少？傅博雅，60万，非常的给力。还有吗？好，我们的副总又举牌了。100万。100万，100万，我们把掌声。你现在看的好吗？应该是非常给力。 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但你对我来说同样重要。180万，180万，太给力了！副总又举牌了，副总，副总，您这次出的价格是200万，200万，200万，来，我们大家掌声响起，送给我们818贵宾。 来，880号我们的顾总，您出价280万，280万，有没有价格更高的？280万，第一次，280万，第二次，280万，第三次，来，我们把掌声送给顾总，恭喜顾总。 280万得到了我们这件拍品，恭喜顾总。西城，好久不见，感谢你对我慈善晚会的支持。这条项链。 我把它拍下来，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。锦溪，上来。
抱歉，这条项链，我想把它送给你，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，陪我度过了很多难关。我希望以后的时光，我能陪你一起走下去。这是谁呀？这是华研集团的人吗？刚才我看他就进来了。我听说呀，这是总裁的贴身秘书。那你说这秘书有这么亲密的吗？顾西城，别动，你什么都不用管。眼睛看着我就好了。西城，好久不见。刚刚你在所有人的面前拒绝了我，不会到了这里，你还是连和我握手都不肯吧？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。你走太久了，不记得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是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。别人不懂你，我懂。不要在我面前自以为是。从你当初不告而别那天开始，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。是吗？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生气呢？是因为我讨厌有人在我面前自我感动。如果以后没什么必要的话，那么就不要再见了。这条项链是我从妈妈抽屉里拿的，你是王子，给你戴吧。我才不要呢，我不要演戏。为什么不要呢？大家一起演出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做好朋友，不好吗？你看，你是王子，我是公主呢。一起吧，我们都会是你永远的朋友。
红曾经同他演出过一次，天天被老师叫小明细心，好像是叫细细吧。原来你的大名叫贺锦溪。怎么了？谁动过我的办公室啊？这不挺整齐的吗？东西的朝向变了。还有，这谁放着的？我去调监控。是我。是，这不好的预感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顾总不欢迎我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入职，特别来向你报道。哦，行政今天说来几个新的高管，你是其中一个。对。我负责新产品的研发小组，是花园 HR 们请猎头公司花了很大的精力，把我从国外请回来的。怎么，顾总不希望看见我？南宫小姐多虑了，花园都有真才实学的人，求贤若渴。既然南宫小姐也是行政花了大力气挖过来的，当然是对花园有做出贡献的真实实力。谢谢师傅。他来了。我来了。怎么才下班就没人了？总裁也会加班吗？嗯，可惜奶奶送的晚餐喽。怎么，才半天没看见我，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？我才没有忘记呢，顾西城。今天怎么来公司了？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吗？才没有呢。嗯，奶奶让我来送汤。汤？什么汤？不会是乌鸡汤吧？还加了冬虫夏草、阿胶的，超级补汤。骗你的啦，
就是梅姨做了一桌普通的饭菜，怕你太忙没时间吃晚饭，所以特地让我给你拿过来的。你陪我一起吃。我倒是想陪你吃，但是最近我在减肥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吃吧。哎，我早就想尝尝梅姨烧的乳鸽汤了，听说特别好吃。行了，一起吧。怎么了？我只带了一个勺子，我的勺子。没关系，你的就你的吧，我们一起用。西城，你怎么还没下班？我刚进花园，想用最少的时间最多的了解公司，也是为后续的产品研发做最万全的准备。这位是慈善晚宴的发起人吧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原来西城还没有向你介绍过我。我跟西城可是很熟悉的老朋友。他今天刚入花园，我还没来得及。顾总，我还有非常重要的研发问题想要请教，等你吃完饭后，我可以再过来吗？来，顾总，我吃不下了。您慢慢享用吧。哎，西西，西西，你可回来了。奶奶，您怎么还没休息啊？让这个小子给气到了，还能睡得着啊？你看看吧。怎么了？我看看。你看。从事旧友，没错。你说这小子，他突然招个女生进公司，也不和你商量一下，还让那个新闻乱写。奶奶，这些都是小道消息，我都不在意的。你不在意，奶奶在意。这个南宫琉璃啊，他是来者不善，冲着西城来的。西西，你是西城身边的女人，你不能纵容他们在公司里面天天眉来眼去的。哎，俗话说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你现在不能只是在家里待着了，你去花园上班。啊，我就是你。明天呢，我就安排人把你呢放在西城的旁边，你给我看着西城，绝不能让他人钻了你们感情的空子。就这么定了。怎么突然想到找我出来喝酒啊？以前我们在国外不是经常一块喝酒吗？怎么回国就不适应了？对了，我看西城跟那位贺锦西小姐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。西城之前从来没有过特助或者秘书，他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
其实贺锦熙就是顾西城的未婚妻，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开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。之前在国外的时候，奶奶就一直催西城找女朋友，没想到最后进了顾家的是他。南宫，未婚妻，他还没结婚，所以我还有机会。你果然还是不愿意放弃顾西城。怎么可能放弃呢？不雅，我看你跟那位贺小姐好像关系也挺熟络的，你们是朋友？我们是朋友。那你们认识时间也不久，这么快就能成为朋友，你们真的很投缘啊。顾总，这是我在网上学的新配方，尝尝看。怎么样？味道不错。顾总。正好贺小姐也在。顾总，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我听说贺小姐业余时间也在做美妆博主，还跟花颜有合作，成绩还十分不错。您过奖了。你给顾总当助理实在是屈才了，正好我研发部缺人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帮帮我。研发部，那不是花颜最核心的部门吗？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突然想把我调走，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不过如果我过去他身边，反而能更清楚地知道他的目的，也能更好地反击他。我想去。南宫那里是非常重要的部门，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没有你想那么简单。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，但如果能跟着南宫总监一起学习，我想应该能学到不少。那 HR 那边 ？HR 那边我亲自协调函过去。西城，你有工作需要跟贺小姐交接的吗？工作倒是没有，就是乐趣少了许多。我随时可以过去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办手续。好。就这么走了？进。南宫总监，我的设计草图做好了，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，提点意见？
这么快啊？市场要求已经交给生产部了，按您的要求，4点前已经交了。嗯，行，我看看。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嗯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设计，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。没关系，已经很好了，只是需要再微调一下。这样吧，你留下来，我跟你一起修改，这样明天就可以上会了。南宫在工作中还挺认真，但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好。谢谢南宫总监，好，坐吧。以上就是研发部南宫琉璃总监设计的外包装方案。新进研发小组果然厉害啊，4套设计都很漂亮。谢谢，尤其是这套猫眼灵珠的设计更是突破，除了成熟的技法，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，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非常契合。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？是的，顾总，这4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，我带着整个研发部熬了好几个通宵，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。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南宫总监，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？锦溪，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。你要这么想，就太让我难过了。这里面每套方案都有我们研发部每一个人的心血。如果我单独提你，你让别人怎么想？而且，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，也有我的付出，对吗？我知道你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兴趣，所以让你试试。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谁付出就应该有谁的名字，我想所有人都一样，想要一个公平。锦溪，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工作过，不是随便调个色、做做美工、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，还是说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，或者你和总裁关系亲近，我就应该多照顾你一些？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？顾总，顾总别误会，锦溪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。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，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；如果不是，我不太希望有员工在公司里面谈私事。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，我只是想证明灵珠设计是……好了，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，回你们自己部门。看到了，设计是谁做的重要吗？总裁是不会关心的。南宫总监，我下午可以请假吗？请假？肝疼假。
西西，还好吗？我没事儿。真难受的话，就别忍着。我带了纸巾。我真没事儿。每个人都会有难受的时候，这很正常。不过，你难过是因为顾西城吗？算了，我不问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到底是因为不公平，还是因为他？不公平？就，工作上的事情，我能自己处理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好玩的地方？进。顾总，我这里有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下班时间早就过了，化验不提倡加班，早点回去。其实我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。说。我发现了一家非常有个性的餐厅，关于细节上的填充，它给了我很多灵感，所以我订好了位子，想请你跟我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，你一定能明白我想表达的东西。我现在习惯回家吃饭。可是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听到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？贺锦熙，再拿我去接你。我也有自己的个人私事，抱歉，顾总，你管不着。喂，喂。贺小姐怎么了？她没事吧？你刚才说的那家餐厅在哪儿？离公司有点距离，我回办公室拿包，一会儿见。没事吧？懒得理他，真是昏君，真是昏君。你笑什么？没事，别生气了，走，请你吃饭。说好我请你的，走。嗯。南宫，你跟贺小姐在一起吗？她还好吗？我听说他心情不好，你跟他出去了？他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但愿吧，博雅，你要知道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吃点好吃的就好了。你要不要带贺小姐去吃点好吃的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正好我们打算去吃晚餐。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吗？你问我可就问对了。我知道一家餐厅，气氛和菜品都是一流的。地址我发你。哎，吃啥呀？选餐厅也太难了。正好，朋友推荐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。
想不想去试试？可以啊。安全带。谢谢。帮我铺一下餐巾吧。好，那先这样。谢谢西城。听我说，你把门打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贺锦熙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，你先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去啊。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。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奶奶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以上呢，就是我对这些方案的细节补充，谢谢大家。从今天开始，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，我会增设创意评核机制，分别明确分工，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。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，据我所知，核心创意来源于贺锦熙。南宫总监带领团队有方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么大的成绩，实属难得。顾总过奖了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之前开会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。事关公司，做了就是做了，没做就是没做，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再让他不痛快。是因为公司吗？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？怎么，准备认错了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，反应这么大，心里一定有鬼吧？那个朋友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？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啊？从这次的方案成果来看，据我所知，核心创意来源于贺锦熙。西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Thank you.
进。有什么事直接说。西城，你知道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时光。这里是公司，我不想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。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私事，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。身为研发部总监，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，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，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的面前。我觉得我理应辞职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？为什么呀？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熙吧？就是因为他。开会的时候，顾总居然说设计全部都是贺锦熙做的，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？再说了，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，被逼到这份上，真的是委屈死了。但那个设计不会真的是贺锦熙做的吧？有区别吗？他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。总监署名有错吗？也就那个人，平时和顾总关系好，想把总监给气走。那你说他不会真的和顾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吧？真是没完没了，谁和他关系好，谁又凭他关系欺负别人了？明明是南宫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，反而怪起我来了。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，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。作为领导，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。一个团队的成功，领导的能力和认知是非常重要的。顾总说的对，所以我非常愧疚，请你允许我辞职。想让我离开吗？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，我没有逼你。南宫，你知道你今天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作为员工，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，但绝对不能用逼供的手段来逼迫你的老板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，你也一样。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我已经被人替代了，什么？被贺锦熙？我说过了，我知道是我错了。当年我不该离开，不该不告而别，不该选择放弃，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我，不会还有什么贺锦熙了。够了，这里是我的办公室，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。如果你不走，我走。西城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我会走的，我会消失的，就等我死了。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一些营养品、营养药，这是精神类的处方用药。你怎么会是这个？我
其实这些年我状态一直不太好，吃不下也睡不好，医生说我已经重度抑郁了。抑郁症？来，起来。西城，不要这样。完了完了，这老板娘要是来了，那不全完蛋了吗？不行不行，打电话。哎，对，老板娘等一下，我刚才看错了，老板不在里面，老板在那边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全完蛋了。有口红吗？啊，花园不是最大的化妆品公司，你是副总，怎么连口红都没有？口红要多少有多少。老板娘，什么色号？丽艳红唇号。顾西城，西西，这幸福一点一点跟着海风吹来，一层一层好像浪花绽开，好险我就要对你告白。也许是意外，也许是天气在搞怪，为什么每次遇见你。哎，小飞，我们去那个餐厅吃落日大餐吧，怎么样？我不去，今晚可是超级月亮啊。哎，你不约男朋友一块去看啊？红月很神奇的哦。神奇？据说月亮呢越靠近地球磁力就越大，磁力呢又影响人，说不定今晚你男朋友看到你貌美如花，就对你死心塌地了呢。什么死心塌地，明明就是会让人情绪不稳，吵个不停。这个顾西城，陆安安，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啊？你怎么样了？和司徒什么情况？谢谢，你快点来救我。你又发个定位给我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真喝醉到那儿了吧？什么？不是别人给女朋友准备的惊喜现场吧？我是不是走错了？还是先去找安安吧。西西，看那一场盛大的烟火从星空划过，映入你的眼中更璀璨。你有种特别魔力，曾让我心乱，也让好多时刻变得不平凡。收集点点滴滴的喜欢，装进糖果罐，等到那天分给你一半。好
夕晴与你有关，坏天气与你有关，我的世界已经跟着你变换。白日梦与你有关，失眠也与你有关，你是谜题唯一的答案。顾总，方案做好了，我来。顾西城，你搞什么啊？我要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这段时间，我忽略了你的感受。因为南宫的到来，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。我忘了，你其实一直在做代言主播，对于职场上的关系处理并不是很擅长。我不应该指责你，你需要时间去学习。而我是最应该给你时间的人。我也忽略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，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相遇，但无论在顾家还是在公司，你都帮我度过了很多难关。对不起。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那么生气，几盏星星灯，一束花，就想让我原谅你？我不。那这样呢？这些气球都是给你捡的。只要你把它们剪断放飞，你的不开心、不快乐、生气、愤怒都会被它们统统带走。也告诉他，可眼神难说谎，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？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，你知道呀，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，种一朵花，等它慢慢发芽。明明要开心发，却又放不下，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。You are也懂我的心，人海中喘息，只有你的声音。You are my dream。 怎么样，你的不开心飞走了？只差一句你也没有，我还生气呢。那就继续。你知道呀，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，种一朵花，等它慢慢发芽。明明要出发，却又放不下，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。对不起。
贺锦熙。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，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，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。我去对用料数据啊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，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回城的路吗？您稍安勿躁，我不会伤害您的。等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我就立马送你回去。你这是要开去哪儿啊？给我停车！哎，给我停车！危险！危险！安救！救我！安救我！别跑！你要干什么？我也是拿钱办事儿，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。出事了，快去找顾西城，我们去救他。哦，好。起开！你现在不能进去，有事吗？起开！别逼我揍你啊！老板娘出事了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西西出事了。老大，出事了！老板娘出事了。老板娘给安安打电话，说被一个陌生司机带到了远郊，然后他跑了出来，然后哎呀，反正很危险，你赶紧去啊！西城，西城，你别去！南宫，又是你安排的吗？是我，都是我，全部都是我。西西接电话呀，快接电话呀！西西，是我。西城，西城，你在哪儿？安不安全？快把定位发给我，我马上去接你。西城，我好害怕，我不知道我在哪儿。西城，西西，你别怕，定位我收到了，我两分钟就会到，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别让他看见，你知道吗？西西，我回来了，我一定回来的。原来你在这儿。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西西，别跑！回来！出来啊！我看见你了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出来啊！我看到你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原来你在这儿啊！
手！我只是……如果你再敢上前一步，我让你下半辈子吃足牢饭。司徒，站住！吃忍了吧，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，别告诉他，可眼神难说谎。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？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，你知道呀，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，种一朵花，等它慢慢发芽。你要出发，却又放你没事吧？背叛自己，我说过，我会来的，我一定会来的。You are my dream， 也懂我。人海中穿行，只有你的身影。顾西城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呢。怎么了？我有点睡不着。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吗？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就有点害怕。没事，我陪着你，睡吧。睡吧，晚安。